宁波背靠四明山，向东是大海，独特的地理特征塑造了宁波人向海而生、敢于冒险的性格气质。近代以来，一大批宁波人闯荡上海滩，创业湘江畔，走向全世界。他们既从经世致用、知行合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能量，又不断学习新知识、新技术，不懈创新，在不同行业领域各领风骚。近代史上，宁波人创造了工商业100多个中国第一和中国之最，当代更是涌现出一大批院士专家、工商企业家和文化名人。宁波帮崇尚开放、博纳、兼容的海洋文化，在宁波帮身上，创业闯世界、合力新家乡成为一种共识。以王宽成、包玉刚、邵逸夫等为代表的宁波帮人士纷纷慷慨解囊，支援家乡建设。宁波帮帮宁波，一代代返航的宁波帮与这座城市的发展紧紧地绑定在了一起。